得咗，咁你用魚都得噶，有人用魚。輕盈啲啦 ，sorry， 由佢啦，唔緊，我聽埋啦。輕盈啲啊！有呢啲框嘅話，要輕盈啲都。四行書很多時候冇甩甩咳咳啊，扮倉勁啊，扮手震啊，咁樣冇必要啊，流暢，流水行雲嘅意思，所以行書一定要流暢。太過刻意震啊，太過刻意寫到烏哩馬叉咁樣樣啊，作狀啲，或者冇本事。即係有個故字啦，頭先講過啦。勸你解下，或者勸你就勸魚都得啦嚇。你知古代講比較少寫魚啊，耳比較多啲噶，解下幾文，即係攞啲錢出嚟啦。沽一壺買一樽酒。猜三讀四，呢度猜三讀四唔係猜七，係指大家傾下偈啊，講下啲，講下呢樣假嗰樣啊。遇暢飲時，大家飲酒作樂，應該開心暢飲。最難風雨故人，難得有朋友知己一齊，就唔好太過介懷或者拘謹咁嘅意思。同第一句就話要自己諗過嚇，應該有啲佳節嘅事有冇錯過咁樣意思。豁達啲，成篇嘢就叫你豁達啲嚇，人生。盡在享受，及時行樂咁樣。咁啊，前面嘅架唔使用啦，後邊咁樣試下，試下會好啲。